当您和孩子在室外时，您可以说一些有关成长的东西。您可以问孩子，你有看到什么会生长？你们可以去找一些东西，像是草、花，或是动物。然后您可以说有关它们生长的需要是什么，像是水、阳光、食物等等。这么做可以帮助孩子学习有关生物的需求